这老虎蟹其实这挺好吃的，就是有毛看着不好看。哦，有一个，那个有一个，小小也是螺。哇、哦，这个风大了，怎么跟埋这么深呢？这里面应该都是没有，空的，真的空的。一对都是正牌的螺。哇，卖螺这么多！这老虎蟹给关在里面了。哦，这个螺我还以为是空的。没错吧？一顿会响。这一个都差不多破掉了，还有一个螺。老虎蟹，那边去。这里什么搞？有脚印在这里，这里有螃蟹的脚印在这里。哎，这边它有洞。哎，哎。这里一个坑的，这个坑开还没。哦，你看，哦，有，不会很大，5-6两，5-6两。哇、哦，可以可以，5-6两公的螃蟹，行。这有，哇，还这里有，那个墙，这钓鱼竿这么响，会不会好看？啊，可以，不是继续钓。小小的白虾都在这里，下去，都是海里，没有不，看10个螺一只青蟹没了，就这么多，还好有一只青蟹，走，走，回家，哦，还有这个，